听叫做吼，什么目屎？织女的眼泪。织女，我知影，我找织女的眼泪到底是啥物货啦？七零八生的时阵吼，阮就是会拜红糖哥，嘿，哦，啊拜糖哥。什么拜啥？糖哥。糖哥。嘿，糖哥。你讲的哥，就是阮讲的贵吗？是，无唔对，你食巧。这嘛是口音吼，六港腔的吼。嘿，对。哦，啊，什糖哥就是这吗？无唔对，啊！你有看到伊？那是，这不是我细汉哩所演啊，嘿吗？是啊，啊！你感觉伊有倒位无同款？哎，伊有啥中个落一个啊？对啊，你食巧，有啥物啊中个落一个？恁拄食礼拜甲我讲，你要找啥物啊？织女的眼泪。是啊，其实吼，伊唔是织女的眼泪，伊是起来堆织女的眼泪的。哦，嘿，中啊落落去的迄搭吼，就是为着吼，咱七年嘛是的时阵，咱讲相甲相都相会。啊，牛郎跟织女。嘿啦，啊两个要相会的时阵，一年一会呢，就会掉什么？对啊，是不是足感动的？然后当天的傍晚吼，其实排落茫茫啊吼，啊我就会感觉讲，这就是吼，织女跟她的儿女都觉得哇，我们要相会了，很高兴啊，所以流目屎。啊，所以阮讲吼，用一个这凹落去的所在，伊讲你莫阁留到遮尼多咯，爱甲堆起来。哎呦，啊，所以就叫做糖果，啊，甲冻一粒安尼。我来咧提供织女的眼泪，织女的眼泪其实唔是来是糖果，唔过伊是装织女的眼泪，所以这个拉钩是这样子的意思吼。嘛有别个老伙仔伊是安尼讲来吼，有一句话讲吼，七牛妈洗碗，目屎飞袂离。伊讲吼，迄个一块按凹落去的所在，就是代表一块一块的碗。啊，所以咱是摆七块七碗嘛，七碗糖果嘛，所以有足侪块足侪块的糖果，就代表足侪块足侪块的碗。所以其实伊咧讲的是吼，咱家的妈妈，迄工若爱洗摆摆的碗，是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，洗到目屎飞袂离。那其实甲这个七夕的七牛妈，迄目屎其实就是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。哇！啊，你有算真澎湃啊吼！澎无，澎有澎湃无？对，我搁澎到这鸡酒啦吼！是啊，是啊，鸡酒啦！啊，咱拄啊，哎，这油饭对，无唔对。哦，啊，咱拄啊煮的腾哥。哎，对，哇，好标准的声音，腾哥。这会使来南港岛了。哎，所以我问一下哦，啊，为什么啊？这腾哥加这油饭啊，拢一定着爱带到八点外，迄是无？就是人讲的，那个八呢，就代表发财的意思。搞啥呢？平常是应该可以这样解释啦，哈、啊。不过今天咱独角龙讲咱要拜谁？织女。织女啊，但是咱只袂讲叫织女啊，咱讲叫做七牛妈。嘿，七牛妈啊，七牛妈，恁独角龙去红门阁咯，是拜一个还是拜七个？当然嘛是拜七个。啊对啊，啊你都要算数啦，啊问题哪会加一碗？对，对吼，哪会加一碗？该不会是给牛郎的吧？明明就是要给织女吃的，对没？无啦，织女嘛无吃哈子。哦哦，加迄碗就是要加予谁？就是要加予床母、床母。哦，这个讲一下国语嘞。床母，嘿，床母，捌听过床母无？知。嘿，床母会保庇咱的囡仔。老大汉。老大汉。嗯。其实啦，伫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足特殊的跩民俗、跩祭拜即个方式。嗯。啊，伫鹿港嘛是当然是有一挂较特殊的。啊，你若要知影讲有偌特殊？吼，想要来诶亲身来体验，你就一定爱来鹿港行一转。吼，就像今仔咱来拜七娘妈，啊，两位主持人就来遮，啊，就用看到阮的糖果、米糕，等下个用互恁食啥？果酒，好不？嗯，好。好本来呢，在我们从小到大接收到的资讯里面呢，牛郎织女只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，但是没有想到哦，在鹿港人的心目中呢。他有这么样重要的地位，在爱情以外，他还是跨过着咱祖做囡仔、甲大人，甚至是甲查某人要做妈妈、生囝的安全，伊拢甲咱照顾着。他是跟我们这么样的紧密在一起。所以讲，鹿港人安尼，大家为着要拜七娘妈，穿这么侪物件，我感觉吼，这些做人情。阿妈，啊，你今麦这是你创啊？做七牛妈蛋嘞。做七牛妈蛋。蛋哦。七牛妈顶，七牛妈顶。哦，七牛妈顶啦啊！这个口音无同款啦。啊，七牛妈顶是先做什么款？先做什么的就是安尼。啊，这个就是七牛妈顶哦。对啦。我来当小耍一下。对啦。
哦，啊，所以你即马是算讲这是，这从这钓啊是安那，变做伊的这个骨架啊。嘿，这个这鸡啊，哦，啊，阿妈，你这鸡啊，拢一个一个，啊，各个豆豆用哦，豆豆用，啊，无你做一边啊，做一边。哇，这费工的呢。等下，阿妈，我问一下阿妈，你今年是几岁啊？91岁。阿妈91岁。对啊。阿妈，你年龄是我的年厝啊。哎呦，结果你安尼体力可能比我较好呢，阿妈。我坦白讲，我吼虽然来都讲足济逝，我头一摆看到这个青牛马蛋，你小甲我介绍一下。除了讲你这竹啊做的这个骨架啊嘛吼，咱互大家看这骨架啊后边安尼嘛。阿妈爱慢慢啊一支一支安尼去切。对啊，你看我先放啊。手工的哦。放啊，才做这样安尼啊。这花草啥哦，阿妈已经做流利啊，咱来学看卖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阿妈，你甲我教讲这竹啊安怎做？我先为竹啊开始做起。啊，这竹啊，哦，破破的。啊，竹啊，若做好，咱下面要来做啥？啊，竹啊破破就拗壳啊。都要拗壳啊。那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纸糊工艺，事实上做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。阿妈讲哦，伊安尼算算嘛，做50多年，哦，虽然伊讲哦，伊无拜师去学哦，伊看看伊就会晓啊。哎，一件代志，一个人发都做50多年哦，我无法度通啊想象。你看咱哦，去食一个头路，做甲退休。和你讲中途拢卖后悔，拢卖解毒，做40多年嘛爱生啊呢。阿妈做50多年，要60多年啊。今年91岁，也搁你做。一方面看起来我是真感动，嘛替阿妈的健康感觉真欢喜。不过另外一方面呢，我搁感觉替阿妈真烦恼。烦恼讲阿妈的体力敢会康健，会当搁做偌久？啊，这行这尼啊珍贵的这个工艺技术。什么人要来传承？阿妈，啊，这个咱拄仔伫外口做这切好的竹啊嘛，啊，切好竹啊，你讲爱甲这个关节的部分爱甲填起来是无？填起来。啊，你这填起来，这是竹啊，我看有，啊，你用啥甲填起来？用这？啊，这是什么用？这啥？我看一下。这个哪里做啊？这卡恁打？哪里做对啊？日历纸哦。哎，你做我们家给恁讲吼。来，看一下，阿妈是第四个在收起来。阿妈是这哦、喔，对啊，你用这哦、喔，用这收起啊，用这会当做这，嘿啊，对啊。我不爱信这边啊。阿公讲啊，这边哪做？哪有？阿妈，你要创啊？你口型计要创啥？阿妈，你的脚腿比较较顺。我唔捌看过这幼气的人伫我面头前安尼舔伊的脚腿，我看阿妈。哎呀，你的脚腿有变出来？阿妈，你安尼啊？你收，你收，哎，我脚腿收无收袂起啊？那有可能啦？阿妈，你做给我看。阿勇，哦，温水嘞，阿只按收，给收。阿爸，真正用脚腿收嘞。对啊，阿无收袂起啊。我就收安尼啊！我甲收安尼哦，这收完毕，弄起来了呢。这拢是用你的大腿安尼收出来。嘿，收起啊！哎，用这温锅炉白个呀。啊，你都收起啊！温锅白只用哩。我阿妈迄时恁家有法度收，我无法度。啊，阮即马就做起咯吼。啊，就爱有耐心，我做工作拢有耐心来做起。是啊，耐心是一项啦，因为我的脚拢全摸。骨袂过，我袂倒。你查甫人，骨起啊，查甫人。阮的囝嘛无咧做咧，拢无咧做哦。这纸呢嘛，互你安尼收嘛收好啊。哦，啊你变来做讲，我即马要甲切落偌大支，我咪会知。偌大支这个。几公分？哈？我知影，只好一只。板仔一只咧。阿妈有板仔。阿妈。啊！你顶头这下拢也无做记号啊，啊无做记号，你也无编号啊，你哪知影倒一支是倒一站？啊，都看，定定咧一拔看咧就知咯。定定咧拔哦，你到底一年爱拔偌济？我你讲咧，啊，较早无这纸的吼，是上最我上最大细支拔千二支咧，拔千二支，我一日咧拔三个咧无，1200做，啊，这7月啊2月拔起。啊！你即马咧？即马一年差不多爱做几支？啊！即马一年，即马今年一两月超100支去了。一个100支。啊！即马较少了，即马在纸板的，啊，即有诶无人咧摆啊。那讲比起较早去当村啊，讲千二支来讲，即马加减做少。啊！即马买纸的较简单啦。嗯嗯。即马纸板我也袂烦，你纸的纸板啊，都一斤减咧，啊，迄较俗，1支20多块呢。
咱为这深龙啊蛋来讲吼，你来会看到伊个形态，完全也是较古早吼。咱为泉州传过来的形态，这古早的这部分还是没有改变啦。所以你来看到伊个深龙啊蛋吼，伊有分做几落层，上下对层，你看到那像一个花干形吼。这咱老一辈咧讲，就是好像妇女的子宫啊，其实它就是有一个生产的意味，哦。啊，当然，管这个大修啦，到这个蝙蝠啦，哈，当然是无法无修啦，哈，这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说法啦。这个七牛妈蛋啊，原来啊是咧拜七牛妈的时阵啊，要让七牛妈伫咧蛋内休困、热头帐、洗手面用的啦。因为七牛妈是守护妇女甲囡仔的神明，所以七牛妈蛋啊都有真多吉祥、平安、福寿的寓意。就有这好寓意啊，嘛希望会当保庇家家户户的囡仔甲妇女朋友会当平安顺心。这个七娘妈夫人啦，吼，啊，这就是七尊，咱就会看到迄古早这部分哦，就是七尊这夫人，啊，所以你来讲七娘妈绝对是七个，绝对不是一个。对七娘妈的认识哦，坦白说，真的，我这次才知道，原来她就是七仙女，我觉得好惊讶哦。小时候都把她当作是一个民间传奇故事在听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说，哎，原来他跟每年在过的七夕情人节就是同一件事，而且他还是一个为了保护小朋友而存在的一个仪式，就觉得有一点点浪漫，还有一点温馨。